我来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吧。谢了，小胖。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？那。采访一下，叶大厨今天打算做什么呀？做你最喜欢的青柠奶冻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奶冻。一点一滴越过的旅程，让我坚定。 全部当背景。哎呦，手慢出来了，你干嘛呢？小胖，嗯，我去采访一下经理，你先坐。不着急，好。